来，各位同心，请起立。今日，请坐。众将官，大家午安，大家好。卖我骗去。今日呢，已经过到是咱的高级班的啊，做最后的第二节。啊，稍等下呢，三点半就会当回去厝嘞。所以我相信哦，是大家人感觉讲会当回去，马上会当回去厝啊。可爱的家，甜蜜的家，温暖的家。所以呢，我相信大家不是讲因为爱上我的课，是因为要回去厝嘞，是不是啊？好，人就好。迄、那个今日吼，我要甲各位讲，迄个中国国情报告，这是高级班吼爱上的课啦吼。啊，中国国情报告呢，我来讲款。中国一个国家遐尼啊大，啊，伊个国情的报告吼，有分作真多。啊，咱即摆互你看迄、那个迄本的资料吼，是即、這个中国解放军的空军的上校，的一个算指挥官吼。啊，这指挥官呐，伊是美国给列为鹰派，啊，伊一天到吼，四个伫这个中国所有所在吼，啊，坐军机哦，啊，四个伫演讲，啊，这人的演讲呢，我是看这个伊的演讲吼，你甲看伊的影，迄个网络顶端吼，啊，有迄个相片，这人呢是咱伫这个做开始伫受这个做高级班的时阵吼，啊，美国就甲咱交代讲吼，你会当用这个人所写的文章啊。来当作迄个中国国情报告，因为这个人哦讲话足老实嘞，啊，不管是好歹哦，伊拢该讲啊真清楚，哈、哦，可比讲这个做中国的外汇啦，啊，中国的金融啦，哈、哦，啊，甚至甲美国的金融啦，啊，伊对这个中国有真济迄个做代志吼，伊拢有一很坦率诶表明，啊，照这个伊现主席的这个文章来看看吼、哦，你就会当该感觉讲中国并无偌强啦，安怎讲嘞？中国坦白讲哈。你唔通看伊真大啦，但是我甲各位讲过，即马全世界的人吼，我以我来讲吼，我甲伊预测啦吼，预测讲伊的人民所得甲4000块的时阵吼，就是年收入是四千块美金的时阵吼，就是平均啦吼，15-16亿人的平均四千块美金的时阵吼，我感觉个就会分解，会分裂。你会记得台湾伫1970年代？迄阵年代，1970年代啊，迄当阵所谓的党外势力啊，都开始萌芽啊。同时呢，反对的势力啊，尤其是美丽岛事变，就是1970年代发生的。1970年代的时阵啊，台湾的这个年收入是4000块美金。伫这4000块美金啊，你就知影讲吼，人民拄啊开始会当食饱饭啊。同时呢，食饱饭以后吼、较闲嘛，啊，较闲就啊，头壳内底就乌白想。啊，像伊就想讲，我平平安安，我拍拼到安尼，我先赚4000块。啊，你共产党的这个做高干，你赚比我较济。啊，伊的收入所得，啊，伊是感觉讲，这不一定是合法，因为中国有一个现象就是讲哦，伊的高干哦，拢赚足济钱，收入拢真高，但是伊的95%的老百姓收入拢真低。啊，所以中国的伊即摆要靠什么物件来维持伊全中国这个合作？就是靠伊个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啊，就是甲你讲哦，咱是中国人哦，啊，咱在拍拼爱抵御外物，外口来不该侵略咱抵御外物，所以你会看哦，真济国家吼，每一摆若甲这个国家有发生讲外口人来甲你拍的时阵哦，伊就是就将迄个民族主义啊发挥到淋漓尽致的时阵，像北韩就是安尼啊，北韩都无来无去，伊就要甲试射飞弹，啊，就甲创甲伊全国足紧张的。但是不是全伊全国紧，是全世界你紧张诶。安怎讲？啊，伊个甲你讲啊，我著核子弹啊，我要甲你拍啊，我这核子弹拍到关岛啊。啊，美国吼，坦白讲，美国有当想奇怪，啊是真正会当拍到关岛啊，无影。啊，美国有两派，一派讲有法度，一派讲无法度。全世界吼，这个美国对一些全世界这国家吼，拢有研究，独独一个国家伊无法度研究啥，就是北韩。啊，北韩呢，这个国家人那个人民的收入真低。
但是真假呢？确实啊，伊个武器啊，伊蛮好真济啦。但是看确实吼，足够碰风诶。共产党个国家拢是安尼。你想啊，真正安无到三十岁，三十岁、三十岁人做一个，即个做北韩即个国家个领导人啊。所以我有甲各位讲过哈，北韩伊即摆金正恩伊拄啊接掌政权，伊哪有啥物攻击无嘛？啊，即摆无攻击啦，爱制造制造伊个攻击，攻击的话伊个功劳啦爱绩效。所以上好个功劳甲绩效是啥物物啊？战争嘛。啊，战争呢，伊目睭看看，嗯诶，啊，全世界拢遮强呢。啊，要甲拍啥物人？较拍美国，伊绝对无度甲只个。但是美国吼，伊嘛是共款，伊嘛是讲伊甲教训即个北韩。但是美国后尾佫想想，诶，北教训北韩啊，对美国来讲啊，无一定较付出呢。是安怎讲？教训北韩，将金正恩给拍死。后壁伊阿兄叫金正男，金正男是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饲呢，饲甲肥肥。哇！你报纸你往来看到，啊，即摆吼，伫紧张的时阵啊，中国呢就对这個金正男啊越加保护，啊，越加保护一下，伊讲好。啊！若美国你甲拍即个叫做金正恩哦，啊拍死，啊拍好死了，伊金正男登起来接掌政权。啊，金正伊若遐接掌政权，金正男伊爱靠啥物啦？啊靠中国嘛，因为中国企业嘛。啊，所以呢，美国想想，安尼毋对呢。我将你甲拍好倒，啊啥即个叫做哦金正男骨子味，爱算成袂好呢。啊，所以美国嘛真巧啊，美国比中国较巧呢。伊安那好，伊假戏假做，这边叫假戏假做。啊，你即、這个。北韩金正恩啊，伊一直咧宣誓讲哦，今日要甲拍美国啊，飞弹几粒，三个所在拢要拍。啊，但是伊拢做假，你有注意无？啊，伊今日宣布啊，迄个啊，做火箭的迄个车就造出来，啊，举起来，哦，啊，全世界拢紧张，啊，美国嘛咧紧张，其实美国无紧张啦，伊知影伊未震动啦。啊，但是今日举起来，明仔日佫放，佫塞上来，佫藏起来，安尼一。他两天才操练一次，美国就怕到要死了。其实他不是怕啦，美国他要卖武器啦，双方已经讨好了啦。国家跟国家中间有真的都是做假给你看，啊，做假是要做什么？双方有利啊。第一点，金正恩这点有利，他团结他国内里面反对势力，后来他们要反对，他说不要反对了啦，现在美国第一啦，我们的 美国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敌人啦，大家把这箭头向美国帝国主义啦。啊，美国人啦，军舰赛啦，北韩会惊，日本嘛惊，啊，北韩惊哦，诶 ，F-35 会当买啊，一只 F-35 两三亿，一摆买六十只，日本嘛买六十只 ，Australia 买六十只，澳洲搁买六只，啊，一箱买几只？240只，美国大赚钱啦。啊，所以啦，美国怎啦解除危机？啊，你有巧无？哦、我刚看讲，因全世界吼，因底下哩说吼，啊，看了咱台湾吼，咱台湾足颓的呢，未晓运用哦，国际上的这种的形势，所以咱后摆咱台湾吼，台湾政府呐接掌以后吼，也一样，咱的领导人哦，一定要有迄智慧。其实，咱的领导人，你若卖贪污，我讲个刚刚卖贪污，相信台湾会做真，因台湾足骨力的，咱台湾人常有一句话啦吼。你就是有钱好赚哦，啥物拢要做。你看计程车司机，你讲我即摆坐计程车到12点，啊你若伊若本来要去食饭哦，啊你甲车门甲开咧吼，阮将要载无？我甲你保证100%，毋是99%，100%讲未要载，食饭不要紧。你看台湾人心中即款型的，台湾人足骨力的啦，啊将骨力够干哪呢？台湾人讲吼，去做啊拢未计较，吼即摆是当然有少部分会计较啦，但大部分台湾人拢感觉换一顿饭来吃就好。各位啊，若要换一顿饭来吃，唔较简单。所以唔是讲咱换一顿饭，今日咱这个国家的领导人，还是讲这个国家的制度，对咱老百姓有效、较好的时阵哦，老百姓吃迄顿饭啊，就较轻松。啊，变啊，总统伫做总统的时阵，咱的收入差不多平均啊4-5万，迄阵已经大学生啦。但到即摆来讲啊，拢条。1800块加2200块尔，即对啊，万八我知影啦吼。即问题是讲吼，啊，咱会变安尼去，啊，同款的即个台湾，咱会变安尼，就是安那政策问题嘛。你啊看吼，台湾我有甲细个甲看吼，
很多的农地都休耕，当然农地休耕有很多原因呐、啊。啊，为什么？农药使用太多，迄土质啊酸化，啊酸化以外变成无法度个种植，啊就爱休耕。休耕呢，啊即马休耕伊就开始，所以有诶老百姓甲老百姓啊，啊我感觉我来休耕倒啊，啊休耕诶时候，我休迄个农村不忙的时候，我去做其他诶工作来提个收入。所以咱看会出来讲吼，中国诶，即、這个台湾现准时诶情形啊。因为咱的制度啊，啊，甲咱的台湾的定位啊，一直到今麦为止拢讲未清，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咱的这个台湾的定位已经讲清楚啊，啊，讲清楚以后啊，台湾才我都真真正正向头前来继续行。咱即摆已经知影吼，恁即摆受过这个国军班以后，恁知叫做日苏美战，这个日苏就是啥，属日本天皇啊，但是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日本天皇的土地，但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啊，你是不是台湾人变做日本人 ？No， 不是日本人。爱、啊、变做什么物件？会变做，因为日本天皇这块土地伫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一条的美，这块土地的管理权，日本天皇将迄管理管辖的权利啊，交予由人民所组成的政府来管理。所以在这个时阵呢，因为本来的波茨坦宣言的时候，讲战争以后啊。啊，日本啊，要剩四块大岛，就是北海道、本州啊、四国加这个九州，加这个所在，加伊个周边的一挂群岛。迄当中本来的设计吼，含这个琉球啊，都无要献给日本。但是呢，琉球到落尾啊吼，因琉球的人吼啊情愿以后呐，有诶是讲啊，做公投。其实我问过琉球啊，没有公投。琉球唔是公投了，等于日本的身躯边啊，是经过。啊，做首相哈，哎、佐藤荣作加这俩做尼克森啊，两个谈判啊，谈判了啊，伫1970年的5月25号啊，哎，5月15号啊，来献我这个啊日本，而且渐渐大大啊献，咱为北方才一个岛一个岛一个献，啊，这里献哦，会记得哦，美国要求日本政府你爱赔我钱，奇怪啊，虽然爱赔，因为日本建书嘛，啊，你建书的国家。建树的国家爱背吼建业的国家，啊，因为迄当阵琉球来脱管的时阵，照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三条，和联合国脱管，啊，联合国到搞啥？搞美国脱管，啊，美国脱管，美国到时间到啊，伊是感觉讲，哎，一旦行啊，啊，但行的时阵哦，伊甲吐了这3亿2000万美金的赔偿，啊，3亿2000万，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有一天，台湾这块土地，美国军事政府要向我咱台湾的时阵，一定甲咱吐啥？投资，安那投资，足简单的嘛。你地主世界在内，伊这个台湾一建立的时阵，伊嘛损失真多飞机啊，啊，很多炸弹来轰炸台湾呐、啊，有啊。这炸弹的钱咱该算呢，啊，但是伊用袂记咧，啊，你甲破坏你嘛爱算啊，对不对？所以吼、哦，即摆美国，我有感觉美国吼、哦，最近知影咱这个国以后吼，因去研究了，因感觉讲，哎、欸，希望讲会当甲咱讲啊，啊，要安那讲？欸、我美国不跟你占领，我讲对，你美国无占领，但是有人代理呢，哈、哦、啊代理是对一条旧金山和平条约23条啊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这 principal 叫做主要的意思就有代理的意思，所以中华民国的政府是代理美国来军事政府占领台湾，嗯，啊，你代理的证明在哪？代理的证明在两个条约，第一就是。中美共同防御协定1954年签的，第二就是台湾关系法1979年签的，这两个条约内底就是代理的意思，就是美国啊，即中华民国代理美国来咱台湾军事政府占领，所以美国伊责任走袂去啦，所以伊定你跟我谈判的时阵，伊遐智库定讲，我美国无占领台湾呐、啊，歹势吼。旧金山和平条，你去看卖啊！啊，旧金山和平条，另外迄两个就是啊，做中美共同防御协定，甲台湾关系法。所以咱这告美国的时阵啊，2006年的10月是告美国，2007年的4月7日是迄个高等法院的宣布。啊，宣布以前，咱有一个辩论会，辩论会的时阵，迄、那个美国的律师吼，哈佛的查某，伊就一直在坚持讲啥，美国没有直接占领台湾，你没有直接占领，哎、欸，你也怕就有啊。中华民国是你的拍手啊！啊，你中华民国所做的行为，拍手是做什么款？你必须要负责嘛！啊，
所以美国就要负责啊。啊，所以这个做美国的这个律师哈，这个做法官啦 ，Brown 哈，伊就甲迄个律师讲，伊讲律师啊，旧金山和平条约是不是已经无效了？啊，七张尊哈，因为上头一句话是，迄、那个啊做律师哈，伊是甲伊讲哈，讲美国无占领台湾，但是用迄个两条的条约啊。中美共同防御协定跟台湾关系法，所以意思说用这两条来取代了旧金山和平条约，所以美国的这个法官就会跟他问啊，你难道认为旧金山和平条约无成吗？已经没有效了吗？旧金山和平条约是经过美国的参议院通过，美国参议院通过条约定义是宪法一样，效力等同宪法，所以它的宪法如果你这样规定，你就要照做。啊，就像宪法这样规定，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后落尾啊，迄个就中美共同防御协定，伫1954年甲这个台美啊，这个台湾关系法1979年这两个条约啊，已经充分的显示了说，中华民国是来代理美国的军事政府来占领台湾了。当然啦，美国伊即马很主席啊，咱是安尼甲讲啊，但是伊即马辩论的迄个强辩的，就是讲吼，没有，是中华民国强占啊，做台湾。啊！你中华民国的强占台湾，你是主要占领全国，你主要占领点点，你也敢赶走啊？是不是？伊甲你占领，你也敢赶走啊？你是这是你的占领土地，法律规定讲你爱占领啊！你敢讲中华民国，你无是中华民国霸占台湾？好，你霸占台湾嘛无要紧啊，你也敢讲啊？因为法律内底规定讲你是主要占领全国，这么办来取代你，啊来替你来占领这个台湾，当然你也负责任嘛。所以因此呢，这个美国伊伫这个台湾这方面建议嘛，我跟你讲，伊绝对走未去啦，佮白佮作死的啦。因为吼，伊讲啥我拢建议要清清楚楚，啊嘛，互伊无法度走险。过来就是伫这个伫这个代志内底吼，咱佮美国其实这个做美国律师吼，咱有前主席有真两三四个律师啊，即四个律师嘛，即摆哪啦，逐工拢安摩拳霍霍。伊讲吼，你若别个个过，我讲吼，过就好啦。但是较免钱诶，爱钱呢，对不对？诶，比讲吼，啥物代志拢通着，唔通过人，啊，过咧个拢惊死人。一点钱去500块，啊，即摆熬55呢。啥物叫一点钱去500块？可比讲啦吼，我可比讲，来，我即摆要过美国，啊，过美国，我用这本册《中国国情》，啊，我讲诶，啊，你这个《中国国情》你咪少读诶。伊讲好，伊甲你读《中国国情》哦，爱钱呢。伊啊，读一点钟久，你都要付550块。啊，这550块是资料你准备的呢，照常爱付钱的。所以有当下吼，迄官司判落来吼，我原来定有当上课，甲各位讲一个例啦。有一摆吼，这个我本来迄阵啊做过了第二摆，我想讲，无过来甲过看卖。我想讲啊过赢嘛吼，啊过赢啊甲过算的嘛袂歹吼，啊就轻30000块吼，啊就回去给伊嘛。因为咱要过的时阵，美国讲，律师讲，可以，你要先付一个定金，定金哪的30000块，啊，算了30000块，90万，好啦，来想办来欠嘛吼，欠90万，30000块美金就寄给伊，啊，嘛给伊吼，啊，即摆要过啥？我讲旅行证件吼，我甲看看，要过会成的，一定就是啥物旅行证件，你美国一定爱发给我的嘛，因为我给你军事政府占领嘛，我台湾人无国籍嘛。啊！我即摆摕中华民国的这个护照嘛，啊，这不对啊！我有甲各位讲过，咱台湾人，你无做证明讲你是台湾人，除了讲你有台湾政府发的身份证，啊，你若无台湾政府所发的身份证，你就是中华民国的人。啊，中华民国的人，你摕是中华民国国籍，啊，这中华民国护照，这不对，绝对不对。啊，这摕伊个护照的时阵哦，你占领地区就要军属政府，伊所属的民政府，爱安怎？爱想办法，爱经过这个军事政府来发这个旅行，travel document 就是旅行证件来交予你来办出国。当年的琉球嘛是旅行证件啊，来迄琉球的旅行证件，咱迄个阿叔晒到甲放出来，大家看卖啊。迄琉球的旅行证件哈、是黄色的，啊，这个黄色呢，你甲看哦，这你甲看注意哦，这个旅行证件哦，就是讲你琉球人要去日本，要去日本哦。伊嘛爱写这本的旅行证件，咱坦白讲哈，我们很快的时间
会甲公布，就是讲我们台湾人，你有身份证诶。我的身份证不是讲中华民国啊，听清楚啊，你有身份证，有台湾政府的身份证的人，就可以申请这一张旅行证件。这张旅行证件的效力跟美国的护照是一样的。我们没有办法发台湾护照，因为台湾目前啊，还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所以只有能够发 travel document， 就是要个签名的所在。你啊看这旅游的啊，这做这本的迄个护照哈，这是旅行证明书，你用看有嘛哈？是汉字嘛？下卡琉球列岛有啊？琉球列岛，咱就换做啥？台湾澎湖嘛？哈、哦？啊，这个美国民政府，美国是啥？美国民政府，各位。咱是嘛，讲叫做台湾民政府，其实咱是啥？美国台湾民政府，真正的名称啦。但是我来跟你讲吼，咱叫做美国台湾民政府，咱讲笑，我笑诶。那我讲台湾啊，就美国台湾民政府，其实是应该是美国啦，台湾先放在边啊，台湾个下个监管啦，就是啊，就台湾澎湖啊，啊下骹是爱美国的民政府。就是美国军事政府所办的民间的事情，叫做美国民政府。啊，咱台湾即马，咱这个组织应该是较独立啦。法律来讲，就是美国台湾民政府。啊，有清楚无？我若无讲，你绝对看无的啦。啊，所以你即马你知影，啊，你嘛知影讲吼，咱真紧的时间会发这个做身份证，啊，唔，好，迄个做旅行证件。啊，因为台湾人吼。对旅行证件啊看不起，因为大家拢甲咪讲护照较好啊，对不对？是不护照较好？要发护照的举手，你要想要摕护照的，啊要摕迄个旅行证件的举手，啊好啦，好，恁拢对啦。我想讲吼，恁本来是讲吼，要讲恁若要摕护照，我甲恁笑，啊你袂发笑呢？啊大家拢知影呢，其实无唔对啦，法律上啊，我们只有能够拿旅行证件。真可惜的，咱这边哦，本来是，我这些已经不是秘密啦。本来咱这边的迄个做四月二个记者会哦，那一切顺利的时候，咱本来是5月15日哈，这旅行证件的样品哦，得让上去美国。我因为出差去哦，落差去啊，就是讲咱迄个啊做这边的迄个做啊记者会哦，讲了无好势啦，啊讲了伤紧啦。哦，成立台湾政府，啊对不对？唔对啦，台湾政府是不对的，应该是成立台湾民政府架构下的台湾政府运行啊，啊，开始加入国际组织了。好，再讲一摆，咱爱成立是啥？台湾民政府架构下的台湾政府，所以台湾民政府这个架构下卡，咱就变成台湾政府的运作。啊，运作啊，然后呢，再加入这个用台湾这两个来加入啊国际的组织，所以后摆，咱台湾这个所在，那去参加国际组织的时阵，就能够用两个字台湾，无啊，无其他。所以你唔能对外卖多台湾国啦、台湾共和国啦、台湾临时政府啦，迄种假，迄种无效啦，一定爱行法律啦。啊，所以这么用台湾这两天要行到啦，当时要成为主权独立的国家，爱看是本天咯。啊，所以呢，经过这边以后哈，咱有对美国开始要协商啊。你嘛协商就是讲，什么准咱台湾这块土地会有国籍，就是那个台湾总督府官制恢复的时阵啊，啊，这个天皇任命一位台湾的总督的时阵啊，只要一任命书一到，台湾人的国籍马上就出来，啊，就是啥，是大日本台湾国籍，马上就有国籍啊。但是这个大日本的台湾国籍吼，即摆就牵涉就讲吼，啊是即个68年的时阵，有真侪人去甲外国人结婚吼，你讲嫁予美国人啦，还是娶美国人啦，啊嫁予中国人啦，娶中国人啦，娶越南人啦，等等，有真侪即款的情形。所以呢，咱即个公民权利法案吼，有当时感觉讲很痛苦啦，啊都明明都台湾人，啊都迄个伊个伙伴，迄个伴，迄个伴侣吼，伊个迄个啊就。也配偶啦哈，啊是外国人，而且外国人生囡仔呢，无迄个台湾证呢，无国籍甲有国籍人结婚，伊个囡仔
有国籍，这是啊，这俩就是迄个人权公约来的定所定的啦。有国籍跟没有国籍的结婚就是有国籍，啊，你同理可证。那台湾人跟越南人结婚，伊的囡仔什么人？越南人啊，啊，越南人啊，哈，台湾人跟越南人结婚啊，所以你看，伊即马中华民国哦，足夭寿的呢。拢甲你讲吼，你若要甲外国人结婚啊，迄对方爱哪放弃国籍。啊，你台湾这个中华民国国籍都无啊，世间都无这个物件。啊，你叫人去放弃伊的国籍，所以越南人放弃的时阵，伊变作无国籍来，走来台湾对嘛？伊放弃伊的国籍嘛，啊，走来台湾甲你结婚。啊，若结婚吼，长长久久嘛好。问题是结婚要离婚呢，一两年离婚以后呐，迄人讲我要等于越南，哇，他袂当入去，啊呐，无国籍。啊，没有国籍，所以世界上啊，无甲你承认讲中华民国国籍，所以中华民国国伊这个国籍的问题啊，即马就是美国在甲咱讨论啦。你台湾人已经甲过啊，所以咱过迄个是足好个呢。过了后呢，这个所有台湾的情形啊，台湾的地位啊，拢浮出来。啊，即马浮出来的时阵吼，伊美国逼美国一定来解决。啊，我相信啊，这无偌久吼，我来解决啦。啊，就是。今日我跟你讲的这啊，做地位的重点哦，差不多是这的物件。啊，你爱记吼，啊，你我讲一摆吼，《新台湾论》你一定要读。你若无读哦，真正你无多讲啊，甲外口的人啊，要讲到台湾地位啊，是有困难的。但你即摆来提迄、那个啊，做中国国情的这个啊，做中国国情报告这本册，啊，你甲看，甲拍开哈。有迄个无中国国情报告，请你举手，有啊。拢有哈，无你甲边啊公家看啦，好吧？来，迄个啊，做中国国情报告第一页，啊，第差不多，第迄个差不多几啊？迄度有啊啦吼。这篇呢是去年哈，2012年1月戴旭上校的最新演讲，当然啦。但今日这节课吼，讲不完啦，剩咧，互你家己看哈。为什么我们周边会出现这些情形？哪一些事情？就是讲大家回想一下，进入2009年，几乎每个月都有关于中国的消息传来。远的不讲，奥巴马刚刚上任的时候，便想和日本密谋，针对中国很多事情。我们的很多人还被蒙在鼓里。五月份是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一块提出把南沙群岛并入他们国家最嚣张的一个月。在这个月，美国的军舰连续在南海跟中国的兵舰、渔船发生冲突。到6月份的时候，印度一下子增兵6万，在这6万里面有2个山地步兵师，再加上1个炮兵师。所以在6月份的时候，我又去了一趟成都，是因为他们这次增兵。到了8月份的时候，我又去了一趟。各位，看到这个时候，先看我这哈。中国这个国家哦，含伊所谓周边的遐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是和平的。你知影伊上界不和平的是啥物人？你知？苏联。苏联啊，有一摆吼，才2-3年前哦，苏联记者来跟我开讲啊，访问我，跟我访问啥？战争法。迄个访问的时候哦，我咧甲伊问讲，恁苏联甲这个做中国的啊感情奈还好？伊甲讲哦，你错了。他说啊，中国跟苏联啊，总有一天一定会打一仗。你用早晚吼，这两个国家会见一摆啦。是安怎？有真济所在啊，咱拢看袂出来。啊，有真济所在呢，咱看到，但是咱看唔捌。所以呢，伊即马中国，他讲遮尔啊大吼，伊要搞的代志遮尔啊济，所以伊，你想讲伊的心思会放伫台湾吗？不会啦。伊的心思若困伫台湾哦，伊老早本身就分裂去啊。你看中国问题偌济，中国敢若迄个抗暴哦，就一刚刚游行啦、示威吼，伊即摆我有发现讲，伊即摆拢爱所在已经到了很危险的时候啊，伊才有去处理。啊无伊吼调兵调袂来啦。啊当然啦吼，中国伊即摆对伊呢遐做军队吼，诶待遇呢是最好，因为伊必然要用军队啊来镇压即个做地方上啊。啊，无听命令一下代志，所以到了8月份以后哈，伊又去了一趟成都了哈。7月份的时候，日本宣布要在与那国岛驻军，后来日本新政府上台以后啊，这个消息暂时停了下来，这是搁置。
但是他的国防部长已经宣布要在这个地方驻军。各位，与那国岛在哪里？来，你看那个 slide 哦，那与那国岛在咱们花莲旁边啊，110公里的地方。这个花莲呢，啊，110公里，你看哈，与那国岛几家？这个与那国岛啊，较独立的哈，较独立来讲哈，国际上的规定就是与那国岛跟台湾有一个中间的那个飞航的管制区啊，一样是取一个中线点的哇。但是我去讲哈，啊。与那国岛哈，迄个本来哈，本来这个飞航情报区应该是在中间呐，但是有一天哈，这日本政府讲这个与那国岛的这个飞航情报区啊，往左边移15迈呢，15英里，海里15海里，啊，中华民国抗议有啊，但是抗议了有效啊，无效，啥啦？你都唔知啊，但是啥个？日本天皇的啊，啊，所以中华民国抗议假的，你抗议。其实人日本人在啊，先生表演给你看。老早伊在讲抗议的时候，这无可能嘛。啊，就人的土地，啊，为着来证明讲台湾这个土地是日本天皇的，钓鱼台啊，尖阁群岛，尖阁群岛，即摆甲你宣布讲尖阁群岛的捕鱼，迄个掠鱼的所在有啊，掠鱼所在，伊即摆宣布啥？迄时代都敢有？钓鱼台哈，伊个捕鱼的地方哈。你来看哦，尖阁群岛跟台湾离开110公里，啊，钓鱼台哈、哦，离开台北哦，迄超300几个海里，较远，啊，虽然较远属台湾的，但是台湾是属啥的？日本天皇的。啊，那台湾是属日本天皇的，啊，所以钓鱼台上的，日本的，啊，所以伊即摆钓鱼台哈、哦，钓鱼台呢，直接哈，钓鱼台伊个这捕鱼区哈，这个部分哦，足大呢。超台湾的几倍大呢？为什么？那让你台湾去掠鱼，啊！你台湾不是日本人，啊！咱去掠鱼，各位，这就是已经开始干，啊！不是你台湾人，台湾人就是日本人。啊嘛，那个琉球的人吼、哦，戆戆呢？琉球的吼、哦，伊叫讲台湾是台湾人，其实不是啦，拢是日本天皇的。啊，所以伊开放遐让你掠鱼，因为掠鱼是啥？一种主权的表示呢。会当让你来掠鱼，表示讲，这海域就是你台湾人的啊。啊，你台湾人的海域，台湾人去掠正当嘛。啊，所以你琉球的人抗议是抗议啥？所以老早去当时讲什么台啊，这台湾跟日本要签的，我老早拢预料个清清楚楚。伊美国一定甲伊讲，啊，这块土地，台湾这块土地，伫法律上来讲，都还阁是日本天皇的啊。坦白讲。美国现在开始了，已经开始了，就是要让台湾这个土地恢复到正常的国际地位。当然啦，你现在去外面跟人说，没定你刚才说，人家是你笑的。啊？要再回日本？不是回日本啊，不是回去日本，是回去日本天皇的管辖区啦，管辖区啦。啊，是不是叫你去做日本人？不是的。那讲真真正要你做日本人，爱讲啥？大日本台湾人呢？啊，但大日本台湾人跟很多些日本人有同款无？无同款。大日本跟日本是不一样哦。大日本是啥？大日本帝国迄个时阵，诶，这个国家。啊，即摆日本因为战争失败啊，存些四粒岛，啊，迄个四粒岛呢变作啊做日本人啊、哦，日本人。啊，咱台湾是大日本人，大日本人啊。咱较大呢，哦，那名称讲咱较大，咱真正较大呢，啊，日本人较小呢，所以当然即摆日本人开始哦，伊嘛去研究，安怎研究讲，看要要将迄个宪法吼，甲废掉，就是宪法废掉，伊要恢复呾日本帝国。哦，啊，即摆我有感觉吼，最近网顶吼，大家拢伫研究讲吼，啊，就日本人恢复的时阵吼，啊，即要甲台湾毋知要哪来比拼，我是讲吼，迄种浪费时间啦，先互台湾恢复到。大日本台湾就好啊！啊，后摆恁大日本这两这三字，你以为不爱用嘛？哦，啊，卖用，但用两个字就好。台湾，你去参加迄个野球比赛，用台湾两字就好啊，对吧？啊，去这奥运会用台湾两个字就好啊，对不对？啊，但是迄台湾的旗啊，吼，咱已经先有啊呢，伫遮呢，哦，迄是咱台湾的旗啊呢 ，T C G 啊，甲转变过台湾就好啊，干不是？啊，迄支你感觉水啊歹？水呢吼，真正水呢吼，迄后红的，后黄的，后青的，后蓝，袂歹呢，对不对吼？
欸，真少世界上哦，真少国家讲吼，十种姓安尼五种姓拢有呢吼。啊，这我这无这支旗啊，我感觉比日本较水呢。日本甲一个红红尔呢，敢那大高腰啊，那换乌色，那乌色的高腰嘛，对不对？咱这唔是呢，吼，啊你咱咧红的是敢那太阳有啊，光芒四射，哦，啊个个中迄个美军吼，啊美军迄个老咧，安怎个？美军啊老底下吼，咱就免做兵啊，嗯，啊就。迄、那个定义是迄、那个中，迄粒就是啥呢？就是咱请的保镖啦，吼、哦！啊，咱台湾足有钱请保镖呢，吼、哦！啊，佫免纳钱的保镖呢，吼、哦，足好诶！啊，免纳钱，保镖就还佫纳钱予咱呢，诶、欸，袂歹呢！啊，恁也袂做安尼，咱都爱去做者啦。所以台湾人我讲吼，莫讲干人迄个嘴去话呢，你爱用头脑啦。人讲争气不争财，争财不争气啦，吼、哦！咱呢要争财又要争气。啊，争气的哈，我们要日本人的豆腐。啊，争财的哈，咱美国爱付我们钱。虽然我即马你想讲，哎、欸，后摆若转来时阵，这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哈，咱免来保持讲，你继续甲我占领，欢喜你甲我占领，但你也留我钱啊。哦，啊，咱反正迄个军，迄、那个军事用地，你敢咱敢有效？无，咱有哪有效无？哎、欸，要做军事用地，请你下手。咱后摆做你啦，卖做美国做你。啊，你要做啊？啊，你个要做啦，这。我甲你讲啦，无遐戆个啦。你若租迄个军事用地吼，你爱叫人去做兵呢？啊，台湾人要做兵，你阿手，拢无爱做兵啦。你拢足巧个吼，无爱做兵嘛，对不对？啥物人要做兵？我讲你绝对无人做兵啦。莫讲做兵啦，叫你来请你来做佣兵，你都无爱啦。一个五万、十万，你都袂停啦。一个十万要滴，要做阿手，十万呢？十万够不完？啊，一个月一百万买无？那我买。我跟你讲啦，我跟你讲啦，台湾人吼、哦，免拢免甲他骗啦。台湾人比什么国家巧啦？台湾啊，见风转舵哦，足够的啦。就是啊，西瓜挖大饼。我以前较未了解西瓜挖大饼，我即摆已经知影，台湾人的表现就西瓜挖大饼，对不对？恁西瓜挖大饼举手，你啊，恁无老实啦，我都举手啊，恁无举手呢？干那我一个西瓜挖大饼，我跟你讲啊，台湾人绝对西瓜挖大饼，你要信无？相信嘛，啊，所以咩国民党才会定，逐摆都咧调着安尼啦，对不对？西瓜挖大饼啊，啊，互你18%，你不爱转花，你不爱转花，我若互你18%，你要转花举手。你啊，这有老实啦，这真好啊，啊，这吼，这拢假先啦，18%你无爱，你卖甲我骗啦，对不对？哦，你本地投资就对啦，哦，好，很好，台湾人后摆拢足有钱的啦，对不对？后摆有钱。啊，袂当吼，就看钱，就看啊足大，唔免啦。台湾人一定吼、哦，要家做即个台湾即个所在吼，做一个转型正义，做甲真好。啊，做即、這个，互咱台湾人吼，即、這个生活的品质啊，公义吼，啊，每一个人要有礼貌，这非常的要紧啦，各位。即摆电视拢无共款啊，即摆电视拢提倡什么物件？即摆电视侪拢袂看咧。啊，就小三啦，无唔对啦，拢小三、小四、小五啦。哦，我有通看看，啊，无就是啥，就比啥，拎大粒的美容啦，吼、哦，啊，医美啦，各位，迄款的物件，敢咱要滴的，啊，不要关关掉，我跟你讲，对不对？咱应该，你看这样不好的足多呢，对不对？你觉得你很孝顺的举手。哦，你唔敢举手，你要举手才对呢，爱有效啦。哦，那无效，我讲哦，咱民警有歹用，我先来讲哦。啊，有效的举手。你啊，西瓜挖大饼，你啊，足明显的嘛，是不是足明显的？西瓜挖大饼，跟你讲哦，有效的吼，咱这边用哦，弄举手。啊，所以你头拄啊无举什么意思？啊，我即卖举，我哪一个来相信你是真的？你吼、哦，所以我讲你讲哦，台湾人的。脑袋、哦、非常聪明，跟我同款，好唔好？好。我这讲这吼、哦，虽然是一种好笑的东西啦，但是实际上吼，嘛唔是讲好笑，就是讲咱台湾人哦，生活是很主席的这个社会内底吼，啊，遮侪样吼，啊，大家拢有了嘛真巧啊，啊，但是真巧咧，大家心内哦都有一层的阴影，甲即爿拢阴影，即层的迄阴影是二二八。啊，甲这白熊恐怖，但有当时我写的文章吼，你刚刚读一摆，我甲你讲，你不一定读有啦。因为我写的文章吼，
有较深啦，我家己知影啦。但是较深内底，我免啊用搁较简单的迄个文字，互你了解，有一点困难啦。所以呢，你读我的文章啊，我真正拜托你哦，爱读两摆，爱读三摆。我来这所写，绝对会按照法理。今台湾要行出去，一条路尔，法律。无迄个法律，你台湾就死。啊、哦，台湾要行，一定要法律。其他绝对无机会啊！你用感情，所以是安怎讲？咱这边开记者会，记者会，咱的这顶较顶管的这人宣布讲，我们要建立台湾政府。拍谁？台湾政府不是你建立的，你也没有资格建立，因为台湾无主权嘛。台湾人要建立台湾政府，你要哪建立？你知影台湾这些土地主人是啥？日本天皇啊！你有人问日本天皇哦？有无？日本天皇讲好的举手，有无？啊，讲无好的举手。日本天皇还未讲嘛？咱是有两摆去跟日本天皇讲，哈、嗯。啊，日本天皇伊是还未开嘴，但是伊有挥挥手，对不对？伊挥手，你有看无？伊挥手。啊，我搞美国讲，他挥手表示哦，我同意，我同意。所以吼、哦，咱今年，所以你看吼，咱去年，去几个150个嘛，啊，咱去150个的时候，迄当阵即个日本人去的，叫啥说30个，到80个，未超过80个啦。啊，去年呢220个，啊，即、這个今年哦，日本换因的，迄个众议员啊，118，你跟咱拼赌呢？啊，所以咱今年吼、哦，咱六月开始吼、哦，伫咱的网顶会公布。所以恁开始要欠钱呢，啊，欠钱以后爱来参加呢，哈、哦，只爱欠偌济，超过3万多块啦，无甲4万啦，无甲4万啦，还欠4万有剩啦，也爱欠钱，哈、哦，啊，豆豆欠，咱要去日本吼、哦，咱坐拢是飞机拢赞的，啊，过来，咱迄个做用的迄个做巴士，伊拉巴士拢新的，啊，大个饭店拢6颗星的，是安怎？台湾政府呢？你是代表台湾政府呢？嗯啊，其他国家但代表台湾政府拢是啊，拢是6星级的，对不对？咱是无住迄个啊，做总统套房啦吼，因为总统才一个尔嘛。啊，咱是拢去拢一定住6星饭店，啊，食足好个呢。食啥呢？食迄个啊，做迄叫啥？螃蟹，迄个啊，大只螃蟹啊，帝王蟹，互你食免惊呢。食啥物叫食免惊？就是白费啊。头一暗吼，拢一定是食帝王蟹，连续两间拢食帝王蟹，食了痛。我甲你讲吼，上济人有通食几盘，食6盘。我讲，对帝王蟹台湾一只都袂了得，几千？什么八千诶？2-3千的款啦，对不对？一只才3000块啦。一只帝王蟹有通互你痛6盘吗？所以吼，咱台湾的蛇吼。常常吼，遐饭店遐吼，大家遐无用吼，遐目睭拢遮大泪，台湾人遮贤食，啊，但伊袂甲你动吼，一直伫捧出来。不过我甲你讲，食伤济咧痛风，我先甲你讲，哈，啊，咱个何瑞仁吼，咱个迄个顾问啊，何瑞仁甲我研究迄个人吼，迄何瑞仁伊美国嘛吼，啊，巴肚真大，真大个，伊吼，伊去迄个日本个时阵吼，头一摆去吼，重几公斤呐。5天重几公斤？3.5公斤。哦，因太太骂到要死，你别倒去啊！啊，但是哦，有时来讲哦，太胖了。咱这嘛讲话，咱一只咱的迄个做训练班吼、哦，3天尔嘛吼，嘛有人重几公斤呢？3公斤，足够的呢，恁是足够吃的呢。所以我每一摆来看到恁喊这只，我拢惊，我拢啊等恁拢吃完，最后。我才吃，啊！我吃的时候我吃较少，因为我一向哦，拢吃的很少啦。所以啊，饲我较会好呢，饲恁袂好呢。哎、欸，恁无吃足济，干物呀？你吃几碗饭？没有，我无吃饭呢。啊，好啦，这是讲笑啦哈。但是我是要讲的，就是讲，这个日本的靖国神社哦，咱去甲参拜。啊，靖国神社是拜什么意思？因为靖国神社有250万人的灵位放伫遐，所以为日本开始哦，以前的幕府时阵开始替日本人死去的，
日本的国家就把他的灵位供奉在那里。台湾人有39100个，39100，但是我跟你说，一个，这我说的这个迷信，好不好？我先说，我不提倡迷信，我们就去年，去年去，这迷信怎么说？我这迷信，我先说，可以，迷信怎么说？看看牙手，你没拍手，我来说。咱去年吼，咱就去拜嘛吼，去靖国神社。靖国神社对咱真好，因为咱真侪人加入靖国神社的正会员、正会员啦。正会员，一年要交3000块日币啦，台币差1000块啦。加入以后吼，咱就220个吼。日本人要去内殿哦，迄靖国神社内殿袂当入去呢，但是咱，因为咱是日本天皇的臣民，咱会当入去内殿呢。哦，会足侪日本朋友看到讲，哇，你会当入去日本内殿，我们一世人还阁无去内殿过呢。我讲你就对阮这个团队当入去啊，对不对？当然啦吼，当然是报唔对啦，跟着我们是可以进去的。这个日本的内殿的时阵哦，咱就去拜。现在在拜的时候，怕你，怕你，他那个做一个那个，像那个西公母那种的，那叫什么洞箫吼，拿一支洞箫，那个洞箫呢，摔下去，我虽然没去啦，咱同心讲，那洞箫每一摆呢，咱这两年去吼，洞箫呢摔下去吼，那外口的乌鸦就飞起来，乌鸦甲，伊在内底摔，乌鸦外口会飞呢，很奇怪呢，飞起来吼，咱的同心哦，有两位吼，起动呢。起动是什么意思呢？起动就是吼，好复兴啦，嘿，复兴啦。复兴的情况是安那呢？讲打嗝啦，一直打嗝，一直打嗝。打嗝的时阵吼，那东兴伫边仔就甲伊讲哦，你小心啦，唔通去惊着人诶，唔通去惊着人。但打嗝足厉害的时阵哦，咱东兴讲，有人甲讲讲，好啦好啦，身躯少啦，看要讲啥啦。就身躯都少。就遐灵魂就对啦，迄人安怎讲呢？伊讲吼，伊讲旧年是12月21号去嘛，伊讲今年啦，恁今年还会过来，就咱今年会过去本啦吼。明年啦，伊讲明年你们还会再来啦，而且8月15号就会来。那我听到这個，我鸡尾火拢扬起来，安怎讲呢？8月15号，敢若我知尔呢？因为日本靖国神社是甲他同意的，伊讲8月15号吼，迄个日本天皇宣布台湾迄一天吼，因迄个有举办一个大型的迄个叫做祭拜典礼，全世界国家的迄个媒体拢会到位啊，所以你即马赶紧邀请讲台湾民政府的内阁甲参众议会的议员代表去，即马名也剩60位左右啦，伊讲咱今年原来要去，过来讲咱今年的2月。12月21日哦，我来过去。那讲今年12月21日去，这没有什么，因为咱当年拢爱去嘛。讲1月15日，咱这边会去哦。我想奇怪，我唔知超前一礼拜我才知影呢。等下讲甲讲，咱今年就伊旧年讲的嘛，伊等下了甲讲，咱明年哦会去，8月15日会去。我嘿有影呢，确实有影，我有接到邀请。刷入去呢？这个伊就启动嘛吼，启动讲叫伊回来爱甲我讲嘞，讲啥呢？你甲叫伊爱甲我讲，甲你秘书长讲哦，这毋是干呐39100名，有差不多40000人，台湾人啦。但是这台湾人呢，日本天皇无允准讲，因会当引到会当含因回来台湾啦。但是呢，伊讲讲吼，恁甲求啦，吼，甲日本天皇要求讲吼，会当互因一部分人吼回来台湾啦。等下咱今年要去的时阵哦，佫个人带倒过，你看奇怪无？今年的迄个忘年会吼，12月31号忘年会哦，特别冷呢。迄冷甲甚物呢？我坐伫头前嘛吼，我坐伫，我吼真正迄个我的暖暖包吼，身躯顶第几啊包呢？皮皮穿呢？咱个沙凯吼，沙凯伊无甲你上过嘛吼？沙凯伊讲，伊袂顶来做主持哦，主持到伊要行就行袂落来呢。看好你遐冷就对啦，就是讲哦，而且毋是讲，我别讲诶，咱有参加今年诶忘年会，举手看卖。旧年啦吼，旧年忘年吼，
啊嘞，你有去参加，你就知确实我足高安嘞。我讲哎，遐阴凉倒转来，将迄个温度拢炸断，因为迄间拢足冷的啊。所以我讲吼，特别咱今日咱即条做咱台湾民众，我都发展遮紧哦。遐阴凉有敢斗三工，啊，而且遮阴凉啥，这是军人嘞。过去二二八是普通的老百姓尔嘛，啊，普通老百姓因普通人家抬嘛，对不对？咱即马日本的军人，日本台湾军人转来啊。哎，即马过甲真好势呢！咱即马，咱去办啥物工会拢足顺的呢，因为遐日本兵哦、喔，伫咱的四周围伫甲咱顾咧，安尼欢喜无？哎，你无甲派出所，伊袂甲你保庇，我甲你讲，派出所。哎，人日本人要摆的时阵，哎，拍三下嘛，对不对？做啥你要拍三下？有啊，有拍哦，我来无听的，敢有？以上所讲纯属迷信，哈！所以外口唔通讲，我秘书长一讲到你讲去当机，我唔是迄个意思啦，我绝对唔。但是我是讲哦，哎，很巧合啦。啊，佫一个巧合，我甲你讲，你绝对足奇怪。咱每一摆两年半吼上课，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礼拜天下午三点半被拍照的时阵哦，拢好天。两年半呢，对不对？你看，咱只有证明，我无你讲，假奇怪，咱咧事先排好诶呢，拢未落雨呢。啊，若落雨，啊若无要紧。可比讲，咱三点半要翕相着，三点二十分诶时阵雨停。每一摆都安尼啦，啊，即摆翕了五分钟雨来，嘿，几几啊摆拢安尼啦。你讲台湾真正老天有伫甲你保庇啦，遐日本诶英灵伫甲你保庇啦。所以我讲啊，我们台湾一定会成功啦，对不对？讲对是真爽啦吼！啊，真正做官员来说，唔通贪污哈！我讲一摆啊，贪污安那？枪毙对不对？是恁讲的哦，对不对？赞成的举手。好，安尼好，安尼恁拢有资格通做官。啊，恁的毕业证书啊，拢是州长遐吼，啊，向州长领。啊，恁即马后摆呢？咱是希望讲恁啊，定定伫酒店的面头前吼，酒店不讲你啥物人，啊，你的专长是啥物物件？啊，后摆酒店咧派任的时阵哦，靠一个依据啦，哈，就是讲酒店呢，对恁考核，将来为你的履历表吼来甲你看。啊，咱即马开始呢，啊，这个中央政治局哈，诶，有扣啊，做170位的精英啦。当然，大家拢精英啦，但是我是讲，这个精英是年纪较轻一撮，25岁，甲这个做45岁中间吼。啊，这精英呢，拢爱大学毕业，想讲大学毕业，因为拢爱读英语嘛。所以咱即马精英这个昨甲今日吼，啊，两班来，啊来的时阵啊，先甲考试啊，震撼教育诶，先用一本啊，做台湾政府一本去啊，4月25去开会有啊，记者会一本哇，先等候伊。一礼拜翻译摕转来我看，但是你袂当用翻译机哦，你即马翻译足方便的，对不对？啊，袂当用抄的哦，你若用翻译机哦，我看谁知呢？因为我的翻译我足清楚的啊，都爱家己去翻。哦，啊，你这个这本啊翻好势，表示讲哦，你对台湾的地位哦，差不多了解一半而已，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讲，这个咱现主席。你要做咱的中央政治局的官员哦，当政治，咱后摆吼有一个中央政治局，啊，搁一个中央事务局，啊，事务局的一般的吼立法、行政、司法三个单位，啊，中央政治局这边呢，就是讲吼要考核这边，啊，是甚至呢替这边来做规划的这个啊做政府，所以后摆咱即马美国的讨论吼，后摆可能也不会有总理这个名称啦，后摆可能也用啥用主席，啊，主席的。其实主席就是什么办？总督啦，听有无？所以咱是一步一步，因为上台我伫写，我伫规划的时阵哦，因为拄啊开始我甲规划，一下就甲用迄个做总督哦，大家反抗的力量较大。我都不爱做日本人咧，什么总督？但是呢，伫这个国际法来，咱台湾地位啊，一定是要有总督，因为总督府官制这个物件没有取消。哦，没有啊，咱跟日本无同款啊。啊，日本是啥物选啥首相，对不对？啊，所以咱后摆啥总督，
啊，总督较大，首相较大，总督较大呢，是不是？我会安尼好哦。咱就迄个阿拜吼，迄个阿即，迄个新的规划吼，阿别完成，咱就甲美国讨论啦。啊，若讨论好以后吼，我估计啦吼，我个人的估计会改做总统啊。啊，即总统咧要改，阿别有总统以前咧，想用主席代表。啊，主席咧可能有第一主席、第二主席、第三主席。啊，即摆看我们的编制哈，也许会有五个主席、六个主席。啊，了就下骹就各迄个司法、行政、立法。啊，这边呢就是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这边呢，哦，什么金融机构啦，做拢是监督的啦，监督这个事务局这边。因为你这个事务局这边呢，你别当黑白贪污啊，啊，别当黑白贪污，啊，有一人给他监督啊，对不对？因为咱也无什么监察院，迄中华民国就是监察院呐，所以呢，后摆咱这个。在这个很短的时间里面，我们台湾这个政府，民政府这个组织，我们就在当中，我们说台湾民政府的架构下，成立这个台湾政府，要求一个欢喜说，民政府，台湾民政府架构下不记得说，直接说台湾政府土气呢，你听有没有，再说一次，你不能只说台湾政府哦，一定要台湾民政府架构下，因为台湾民政府就是啥，建监法里底规定爱说的，什么人拢袂甲你取缔的，什么人拢袂甲你反抗的。啊，你台湾政府那敢若单独讲台湾政府，迄是等于独立呢，顶管无人呢，啊，顶管就无人就是独立啊。啊，你若顶管有老爸老母，安尼无独立啊，对不对？你听有无？所以。台湾民政府架构下成立台湾政府运作啊，加入国际社会组织。我讲不是你，你后摆拢是政府官员，你一定爱读足清楚呢。啊，若无你会出错呢，我跟你讲哦，你会落差哦。哎，落差哦，你伫你若做下较下阶层的落差不要紧啊，不会伤害。但你做高层啊，你落差那个不得了呢，绝对会一塌糊涂呢。所以我还说一次，再三的强调，在台湾民政府架构下，在这个组织，在台湾民政府这个建监法的组织里面，这国际法规定的绝对合法的架构下来成立台湾政府啊运作啊，然后呢加入这个国际组织、国际社会组织啦。各位，这么简单，你读几十次起到那开记者会，啊是伫国际场合顶关，你一个紧张，一个欢喜，我甲你保证，你拢袂记哩。啊，你若袂记哩吼，啊，无你嘛点点，事先用写就好啊，对不对？啊，你无写好势，你真正落差，我无你烦恼。啊，你若落差不得了，咱这边就是安尼啊。啊，美国讲哦，夭寿哦，你要独立吧？啊，你利用我的所在宣布独立，向美国宣战。咱是要甲美国，我们凭什么向你宣战呐、啊？咱敢有刀无呢？含枪嘛无，我们怎么宣战？我讲你妈呢？讲唔对啦，要不然出问嘛？啊，反正吼，这件事情让我们的整个进度吼、哦，落了差不多两个月了。啊，不然无要紧啦吼，等六十八年的等人差两个月，有要紧啊无？拍拍手讲无要紧。啊，您讲的哈，您讲无要紧的哈，好。对吧？自我安慰了，但是呢，我讲咱大家要团结啦。好、哦、啊，就是有人做唔对，算了嘛。当然，别这样说，别讲你不要处分不行啊。啊，你无处分，里面有那台独的潜在意识。哦，这无法足大点诶，这我抵未起。啊，所以我要再强调一次，讲台湾没有独立的问题，台湾也没有统一的问题。啊、哦，所以后摆讲啥物啊？做啊做要创其他一番做农民讲。唯有台湾人必须要回到效忠日本天皇，效忠日本天皇，因为日本天皇在1945年的4月1日公布了明治天皇的诏书，然后台湾这些土地在万国公法的规定之下，台湾人变成日本人，台湾这些土地变成日本天皇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然后日本天皇才将伊的土地来交予首相来统筹来管理，所以咱台湾有19任的总督，第一任甲18任拢三人任命，日本的天皇任命，
第十九任什么人任命？因为迄当第十九任的时阵，伊是台湾的总督，但迄总督呢，因为已经变成日本神圣不可分割领土，迄当个建军来不及，但是呢，这个十九任的总督啊，没有由天皇没有任命，而是由日本的首相改任命的。啊，这四人首相改任命的标志讲，已经变作台湾这个所在知事嫡庶啦。这就是渐渐换，吼、哦，唔是讲啊，但是总统意思上第十方面军，这是第十方面军是什么方面军？琉球到台湾是日本迄当阵日本帝国的第十方面军，而经过我讲的这，就是台湾的地位论述。这节课我上到这，啊，等下还有一节课哈，啊，做2:40的时阵啊，咱呢啊做中立哈，要甲大家人。做迄个闭幕式，啊，闭幕式以后哈，啊，未翕相的举手，你没有照相的，啊，未翕相听好清楚嘿，你等下要整理行李，行李整理，3:30下课准时到前面来集合，啊，那你若无来集合哦，你后摆高级班还过来一摆，过讲一摆啊，你没有照照相的，你高级班的时候，下一次在一个月以后，唔系3个礼拜以后，你还要再来一次，啊，那有翕的安就好啊，来。有啦，张协有顺啊，张协有免过协吧，哈、啊。我知影，啊你报初级未啊？对啊，后礼拜啊，后礼拜初级班啊，很多下报名，好来，好来，谢谢各位。安德加基利，行嘞，休困10分钟。